我是刚刚列车的那2009年2月22号，耶，远处的朋友们，通过合同站合同站4:58所拍的是经由深澳线还有八斗子的次节园的车客车。耶，驶进合同站停靠。我顺便给我们安装这个电瓶车的地方。然后刚有一列不用马上快速通过，来个自转那边。这边猫都超大只的，我顺便给我们安装这个电瓶车的地方。等等。